阿全，你怎么一放假就玩游戏？嘘，老妈，你有想过穿越吗？你有想过穿越到童话故事里，跟故事的主角们一起来场酣畅淋漓的奇妙的体验吗？新月童话镇是一款超高自由度的二次元冒险手游，故事的背景发生在童话镇。千百年来，魔法力量在这片大陆上孕育了许多邪恶生灵，但潜伏的危机背后也隐藏着无数宝藏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收集萌宠，寻找宝藏，召集伙伴，可以感受超高自由度的地图探险，超真实的打击感和收集 Q 萌可爱的灵宠们，轻松好玩，不肯不氪。各大主播都强力推荐。最近游戏版本更新，全新职业格斗家上线，游戏里唯一的全能型战士，专属技能龙眼腾空，对指定范围敌人造成500%持续伤害，刷怪跟割韭菜一样。还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反影技能，配合高额100%减伤技能，无论是神射手还是毁灭者，统统一波带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周年庆狂欢活动，超值福利大放送，登录就送60连抽无心岩斗龙、海量钻石和材料，还有藏宝图。还不够，输入 VIP666 VIP7D7 VIP888 DL666 DL888 再送五星熊猫大侠，外加海量资源道具，简直灵到手软。有兴趣的朋友赶紧点击屏幕左下方链接下载，童话开启与你同行。